各位亲爱的贵宾，来自各界的艺术家、艺术创作者及表演者，欢迎莅临2019年福尔摩沙第二届国际艺术家节庆祝盛典，转动艺术的灵光。我是小军，我是小刚，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精彩可期，以表演艺术为主。此外，我们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国际艺术家节的发起人青海无上师与我们现场视讯连线，一起为艺术而庆祝，为艺术而感动。大家敬请期待哦。 我们今天的现场也来了许多尊贵的贵宾与会，请让我为各位一一介绍。首先是我们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欢迎前副总统。再是我们的城市环宇王柏新董事长，欢迎王董事长。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先生。 新北市游民中途之家黄梅英主任，欢迎，以及我们台北市文化的大家长文化局长蔡东雄先生，欢迎局长。在等待师父与我们视讯的时间，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个表演。今天的第一个表演是来自南投的地利国小合唱团。 将我们带来布农合唱组曲，将台湾原住民淳朴自然的风貌，透过他们天籁般的歌声呈现给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Thank you.
感谢地利国小合唱团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又震撼的演出。接下来我们想邀请我们尊贵的与会贵宾为我们上台致辞，首先想要邀请我们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为我们活动致辞，欢迎。各位艺术界的大师，对不起，我前面一片黑，没有办法称呼大家。我知道有罗志祥议员，有王伯勋董事长，还有很多艺术界的大师，更重要是我们的主办单位青海无上师，所有的追随者。我知道青海无上师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先是知道他是一个宗教界的奇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现在更知道她是一个才华洋溢的才女，还有丰沛的爱心。去年的今天就在圆山成立了国际艺术家的特别的日子，每年的4月3日，没有想到一年就过去了。各位艺术界的好朋友，你们这一年过得好吗？好。刚刚我们看了原住民小朋友的天真活泼的舞蹈，我忽然忘掉我是谁，我也忘了我的年纪。我想艺术可以使人升华，令人陶醉，真的是民族灵魂的展现。我非常非常羡慕各位艺术界的朋友，上帝赐给你们天赋，加上你们后天的努力，当然还需要更多人给你们掌声，让你们可以发挥更多更多的才情。当然我们大家也会希望创造艺术的环境是安宁的，创造艺术的环境是多元的，是自由的。目前我们国内的处境好像越来越动荡不安，有太多的因素介入。我希望各位艺术家的朋友，你们要勇于接触政治人物，如果政治人物多具备宗教的情操、艺术的思维，我们这个世界或许会比较安宁，会比较美好。也希望大家在创作的时候像青海无上师一样，会凝聚所有的心思，为天地立心，真正敬天惜地爱人。感谢各位过去的努力，对未来还要保持更多的憧憬，做更多的发挥。谢谢，祝福。谢谢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吕秀莲女士都一直非常大力支持我们艺术的活动，非常关心台湾的艺术发展。接下来我们想邀请我们的台北市议员罗志祥先生为我们上台致辞，欢迎罗议员。吕副总统、王董事长、青海无上师的追随伙伴，还有来自全球的艺术家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科学家求真，政治家求善，而艺术家求美。当真善美都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世界会更为美好。刚刚来到会场的时候，我特别去参观了一下青海无上师的一些作品，还有各位艺术家们的一些作品。那参观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多的感动。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看到了两幅照片。那青海无上师在捕捉动物之间真情流露的那个瞬间，那他照了一个，有一个照片是地上都是天鹅的羽绒。那我就想，为什么就照一个满地天鹅羽绒的照片？
哦，原来那是天鹅的爸爸，为了能够让小天鹅出生以后的脚不受伤，所以他把他的毛都弄下来，然后铺成了一个像是天鹅的地毯一样，就是为了要保护小天鹅。然后另外有一张照片是，就是有一个莴苣在湖中，那你就看到小天鹅们在围着在吃那个莴苣，那天鹅妈妈呢却在旁边看着。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有任何东西要吃的时候，一定是爸爸妈妈就让小朋友先吃，然后看着我们吃，然后呢在旁边静静的守护着我们。什么叫艺术？艺术其实就是抓住那感动人的瞬间，它可能是一滴眼泪，也可能是一抹微笑。我自己其实大家比较熟知是我在政治的领域工作，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过去这二三十年从来没有一天写作曾经断过，所以我其实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当我在政治的路上失业的时候，我通常出现的头衔就叫文字工作者。那就像所有艺术家一样，文字工作也是一种艺术，我们都是在追求那感动的瞬刻。那感动一开始是感动自己，尤其当我们遇到很多波澜的时候，在那黑暗里面，当我们投身于创作的时候，不管你是舞蹈，不管你是音乐，不管你是一幅书画，或是你是一个歌仔戏，或者是你在写一个诗篇，其实在那个瞬刻当中，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光。而现在艺术家走出来希望的是什么呢？就像与副总统讲的，我们要把这个光分享给更多的人。谢谢大家。深深的感动，一如师父所说，我们感谢并赞叹所有天赋异禀的艺术家，为世界带来这么多的喜乐与祥和，愿上天赐福于他们。是的，感谢青海无上师对艺术家们的爱心关怀，即为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世界上有很多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以及才华的艺术家，感谢师父为他们发声，提醒我们艺术的重要及尊敬这些美丽的灵魂，也让我们今日得以齐聚一堂，享受如此殊胜的时光。接下来的节目是我们的第一场大师讲座，指尖转动艺术灵光。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传统文艺的重量级人物陈锡煌老师。陈锡煌老师是台湾唯一荣获文化部指定为重要传统艺术布袋戏类保存者，以及古典布袋戏有衣饰盔帽道具制作技术保存者的国宝级布袋戏大师。在79岁那一年，他为了维护这美丽的传统，决定重出江湖，以自己的名字创立陈锡煌传统掌中剧团。除了巡回展演之外，并透过进入校园展演、教育等方式，希望能将布袋戏永恒传承下去。陈锡煌老师在操偶的技巧及戏偶的制作上都有许多考究与创新，只要能让更多人接触喜欢布袋戏，他都乐于尝试。基于为了不让这个宝贵的技艺失传，只要有人肯学，陈老师都毫不保留地传授。他也说自己是传艺未完成，誓言老不休，意思是只要他活着的一天都仍在学习着，就像他守护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创新。我们也请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黄秀仪导演拍了一段陈老师的简介，让我们现在一起来观赏。
像咱这个较早，一挂老师傅来咱台湾教布袋，看了无教的我拢个感应上，啊，佫佫用个听较好哟，听完整起来就对了。传统的物件唔知教会服起，我创新是安尼创新的。你若要改新呢？你若无这个旧的物件提出来谈，你绝对不了。你有可能能够重新。唔惊我都唔惊人乌啊！人人愈要乌愈好啦，要不阿伯物件拢无去啊！啊，你无坚持阿伯，咱大人一寡闲啊，要来看一下正统的报纸，无你样看。我惊传统的物件无去，胖去。生计求精啊，啊团结未完成啊，誓愿老不休，吃老我阁袂休困啊，要教到拢完成起来。哇，真是好感人的纪录片！现在就让我们邀请黄导演来与我们的陈老师进行一段对谈。欢迎陈老师及黄导演。大家好，我是刚刚那一部纪录片的导演秀一。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们非常幸运，刚好遇到老师的生日。那生日那一天呢，老师说了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台湾的布袋戏永远一定要保存住。第二个愿望是所有喜欢布袋戏的人都可以身体健康。那后来我们又上上礼拜去了一次高雄的大港开唱，那台下全部都是年轻人。那因为今天时间非常的短，我想要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师傅，就是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他用布袋戏在热爱台湾这一片土地。那我想要请他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片子里有谈到的布袋戏这个传统的艺伎，他是如何用新的创新的元素，让他可以跟着时代一起前进。那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可以让他的现在技术就是传扬到全世界去。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陈师傅，请他来跟我们示范一段。也许你看过纪录片，也许你看过他在其他地方的表演，但是陈师傅在现场的表演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来，师傅，请。我较歹势哦，我就来讲咱台湾。哦，北京我无啥晓诶，来我来讲台湾。咱较早吼，即个大陆过来咱台湾来传即个布袋，是虾米做布袋？即红暗是有个布袋。咱较早的即个布袋啊，就是安怎样？从前敢那庙哦，也去捧个，去捧个金瓜头的。哦，伊吼，拢个是咧咧搬较济啦。哦，也是伊个。已经庙去打掉的哦，啊，当然也会较空空地歹看着，唔得去用过去这布去围用呢。迄款才是个布地，啊，咱就是个乡中戏，无共款。布地是较土味啦，啊，乡中戏较文雅。哦，要我初中，甲爸爸哦，我十三岁就出来啊，啊，出来咱拢跟爸爸去看戏就对了。去看戏了啊！要叫爸爸教人哦，伊无迄时间，安那无时间呐。伊若出去搬哦，拢普通要困哦，困到街头煞爬去食饭啦。饭食好势，出去就要去搬戏啊。哦，安那转来哦，出来上课的时候点心做落，做一个困啊。所以讲伊无迄时间能够教人，还是咱安尼跟出去，安咱鸡嘛猛看着，看到家己会晓的啊。啊！我再去家己研究，研究这样呢。我来看到
你正规吼，你请啊，大家拢无好，唔是讲这传统的物件都正好，应该正好才对啊。就是啊，学起人，应该学了歹。哦，啊，我来讲这个红啊的这个动作。啊，咱行路是安尼先，啊，就是，咱行路是安尼行。好，拢有钱就对了。好，咱行路绝对无去安尼，一步咧心一个，第二步心第二眼歹看。我今日报的去哦，就是要甲咱人大同小异，吼，安尼来互咱观众看，行，看你个比赛的油啊。吼，我唔袂去乱穿啊衫，然后即帽啊啦，红啊衫啦，即个是手卡。规身的物件拢我家己创较侪。师傅，安尼今仔时间的关系，你会使用用个扇子，互咱看卖无？也是哦，我若出国去哦，安怎样？因遐外省人，大家当作讲咱南面有安什么机关没有？确实无机关，干那一个竹啊尔。啊，这个竹啊，叫天下通。哦，天下通啊，咱是唱的这个。也是的哦，加这个这手，啊，咱那边有，咱那边有一坑地，吼、哦，有一坑地，我对这个较多，啊，你调整就是这个这下你调整，咱那边无按机关，啊，咱古早吼，迄师傅来咱台湾传哦，传安尼先，一开先搞安尼开的，用个手落去开的。安尼拍，所以落尾手啊，我再搁个改，吼改安尼，吼改用我手安全无靠好，我拢个教较完整就对啦。哦，咱这传统个物件，我就不用嫌讲安内遐尼歹啦，我歹无要紧啦，歹所在搁个改个完整些，可以互咱观众看了到你，再较舒服啦，哦，啊这。一盒是买啊，你看看啊，天气热，哦，咱靠这个天下通钓的，哦，靠这个天下，这个叫做天下通，啊，这一生的部分类啊呢。啊啦，咱做优雅的，早起来行路咧。早起来行路，这无人管哦。早起来行路，这个叫做圆通，哦，这个圆圆的，哦。去弯弯弯转，伊个唱个即手个老音，咱传统个行路，干那安尼啊，尔，干那咧行啊，尔，落尾手啊，搁个天卡，哦，咱牙卡安尼靠好，牙卡来，你行好，还佫一步安尼合手个，哦，手合落去就即，眼骨那开始震动啊。我安尼较好看，啊，落尾去话，我就甲天气圆通落去，哦，伊这布凉啊，伊水头长啊，我看到拢无啦，哦，啊，这里我个研究出来，伊安尼研究，他个土流去，还个起了个慢的头前，啊，这就天气，好啦，靠近，靠下再来了，来水头长，哦，你也来看这红啊，迄个目睭。把手就是看伊手伫个水头上，哦，手到多伊，你把手个看到多伊。咱这个布灵爱艺术哦，是真有啦。哦，巧巧无介绍恁听哦，会看无啊，会唔知呀。好、哦，谢谢大家。好，我们这是在以热烈掌声谢谢陈师傅，很难得的现场示范，可以看得到是大家的眼福哈。蓝姐姐，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两位老师如此精彩的对话。各位亲爱的贵宾，我们目前青海无上师已经与我们连线上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一起欢迎师父。师父好，欢迎师父。师父好。我也看到了，杜总统你好。谢谢师父百忙之中拨空参与我们今天的盛会。我刚才看到你们的节目了，好漂亮，谢谢师父。小孩舞得好好，
小孩都会舞得很好的话，他们不管怎么弄都很好，因为性单纯嘛。然后那个不好学哦，刚才那老师讲那些叫什么了啊？用手做那些布袋戏。布袋戏啊，对的，布袋戏。哦，不难学，好难学啊。这个时代也许没很多人能够做，是吗？是。以前呢，他们做都会很专心的，专心学的话也是很专心。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弄电影什么演戏的比较快，要学布袋戏的时候是真的要有艺术，还有那个很多的耐心。谢谢老师跟演戏团。